我现在又来剪头发了，就是不长不短，到脖子这边它就会往外翘，就好丑好尴尬，像大妈一样，所以我要剪短。我又回到短发了。我剪完头发就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是他说叫做 graduated bob， 就是这个我不是很懂，反正他说后面就这边比较有层次一点点上去的，然后比较蓬，就是这边能感觉到后面有点毛毛的，因为他是用那个就是那个剃刀，不是就是那个男生专门剃头发那种，呜就剃上去的嘛，所以这边就比较有层次一点。爸爸，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爸妈妈。住在 Burnaby 的小伙伴们可以来 Kingsway 上买这家烤肉店。你看这个 Hancock， 它就在木屋炭烤旁边，就这个韩国人开的。哎呀，街里面没什么人啊，先看一眼。各种肉。我唯一能认识的就是牛仔骨。刚刚那个老板看着我不太好意思拍价格，就是13.99块，13.99块，还有什么22.99块一磅的那些都有，我就拍一些肉给你们看。老黄买好了，我要。哦，可以啊，就是这一袋肉，我准备回家再拍。哦，好大一块，哇，好大！我看到我的牛仔骨了，好啦，回家先。小孩子真的好好玩，似睡非睡，那个眼神迷离的状态。我现在来面包房买点面包，当明天的早餐。左上角那个杏仁包可好吃了，我准备买那个，就这个杏仁包超级好吃。路过水果店，我还想买点水果，这两天超级想吃樱桃的，这样一袋10块加币。现在回家了，这边还有蓝莓，5.99块一磅。老黄去 Safeway 买东西，我给你们看我在车上吃这个面包，很好吃，它里面像有椰丝一样的，说不上来，就那个夹心哦，很好吃，上面是杏仁片。里面是这种夹心，很好吃。老黄刚刚在超市买了一箱可乐，然后买了个大蘑菇，还有生菜、西瓜。老黄刚刚还买了一盒草莓，我给你们看他刚刚买的肉，他已经放冰箱了。这上面三碟应该是刚刚那个韩国店买的，然后下面那碟就是刚刚 Safeway 买的肉。我忘了还有这个，韩国店他还买了这个像排骨一样的。
老黄把肉拿出来，菜洗好了。家里可以准备这样一个炉子，吃烤肉特别方便的。我们这边有盐、胡椒，然后老黄拿了一个这个调料，我问他说是什么，他跟我开了英文，他也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解释。这边用的是韩国的一个烤肉酱，我们吃烧烤都是用这个酱，超级好吃的。我刚转过来，我才发现这边写的是英文，所以它也是盐。这个超好吃的午餐肉，哦不是，超好吃的牛仔骨。来了很久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菇，可好吃了。来了。来了，草莓。挺烫的。草莓来了。来了。
我们家亨基很爱吃草莓，速度很快。好啦，我们就先拍到这边啦，亨基要吃东西，那大家拜拜啦，拜拜。